绷不住了。
的脚没事，我见他应该也好。你的脚没事的。嗯，最怕就是因为训练结果全部都对呀，咔咔咔断掉，还不如不练。哎，换鞋。行，不要玩了。没有，十点了呀，他们场没了。对呀。场没了怎么办？去外面野地打。打一套野球拳。哎，我的 box。Boss Shadow， 那是你的吗？啊，是我从继承到继承来的。对，你昨天晚上去的吗？是去打球吗？没有，看 wrap it up。我还想打。你要打吗？今天吃饱没累？那你来，你八点来的吗？你昨天晚上有事吗？就 women's problem， 确实，确实，我听说了，很吓人的我。他是那个，他健身的时候因为骑车，我的妈，我操，健身问题。我不是他那个健身那个器具突然就那个东西掉下来，然后就问题整个人就掉下去了。什么器具？啊，就是普拉提，普拉提，他有个东西就是这样可以。